一位患有阿兹海默症、高龄84岁的中国阿妈，一场当蜘蛛人的刺激体验。她从自己住处14楼爬下来。根据南华早报报道，这位地表最强阿妈是从自己浴室的窗户爬出去，再从大楼侧面爬下。根据物业管理者表示，其实阿妈是被迫要像蜘蛛人一样吊在窗户外的，因为她的家人把她锁在浴室里。哇，还真是孝顺啊。在蜘蛛人阿妈下来的过程中，邻居也赶快摊开床单在下面等着，要是他不小心跌落就可以接住。不过后来大楼人员让阿妈的奇幻旅程提早结束了，他们从五楼的窗户把阿妈给拉了进去。落地后，其他人给阿妈一些食物和水，但阿妈还是在原地等其他亲戚来接她。报道说，攀爬大楼的过程中，原本是有可能受伤的，阿妈却避开了，真的是地表最强啊。